大家好，我是樂兒。咁話說咧，前嗰排我就喺泰國翻咗嚟啦。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嚟 share 下咧，我喺泰國買咗啲咩嘅。咁就有衫啦，都有化妝護膚品。咁我哋不如就由化妝護膚品開始先。有一大袋嘅，咁就唔係全部都喺 Even Boy 買啦，有啲就係喺屈臣氏買嘅。咁我都建議大家如果去到咧，先衝屈臣氏，因為屈臣氏係勁多 discount 咯。咁如果屈臣氏揾唔到你哋想買嘅嘢咧，先至再去 Even Boy 或者其他嘅藥妝店。首先第一樣買嘅嘢咧，這個就有啲搞笑啦，大家都應該認得呢一個人㗎嘛。這個咧佢哋通常買的都是黃色的款暖觸貼，但是這個呢它說是一個暖宮貼來的，就是 M 痛的時候可以敷，它就20多元港紙有5包，就打算試下看看 Worm 的這個是。跟住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我上一條泰國 vlog 在芭提雅那一集，應該會留意我們去了一個芭提雅市集，我在裡面就買了一個 body cream 的，就是這樣一個 body cream 啦。咁其實咧，佢哋嘅椰子咧係出名啲咁，但因為我個人喜好係中意玫瑰味，咁所以我就買咗呢個玫瑰嚟做手信啦。跟住就有啲 Skin Aqua 佢哋嘅防曬啦。咁因為呢個我係好似係碧絲，見到佢特價30幾蚊，超級平啊！咁防曬呢啲嘢夏天係一定要需要噶啦，咁所以就買咗啦。碎粉牌子大家一定是見過了，以前很紅的，咁佢而家就轉了一個包裝啦。咁因為我覺得用碎粉太麻煩啦，啲粉會周圍飛，咁所以我就揀咗買呢個 compact powder 嘅。咁但係佢就係無色嘅，應該係咁打開就係咁樣啦。跟住之後咧有一塊鏡啦，跟住呢度就有個粉啦。入面呢個 pot 係嗰種好難用嘅嗰啲呢種膠嘅 pot 啊，超級難用，大家轉咗佢啦。咁呢個咧目前我尋日用過一次嘅，唔乾嘅，咁但係持妝效果我覺得平時出門口就冇問題啦，但如果你做運動嗰一種咧，佢好似未必可以 hold 到。粉嗰方面咧，我覺得係好細勁滑，咁咧係冇咩顏色嘅，你可以睇到係真係冇咩顏色嘅。我用多幾次之後再同大家匯報，因為我冇覺得有啲咩好神奇啊，或者好犀利嘅功效嘅呢一粒牌。這個係我求其見到就買咗，這個咧佢係一個碌眼仔碌碌嚟嘅。因為咧我好容易水腫啦，無論係塊面啦，定係隻眼啦。咁尤其之後仲要拍攝嘅時候，咁我係一定會用一啲按摩冰鎮嘅按摩棒咧去即係碌一碌去水腫嘅。咁但係去旅行我冇理由帶咁多嘢噶嘛，咁有呢一種碌碌嘅話咧，咁一定係好方便啦。咁再加埋佢入邊成分係蘆薈啦，咁就好平，20多、30幾蚊港紙，我就諗住買嚟睇下會唔會可以去到我嘅眼腫嘅。係，跟住就係 For You Two 嚟到泰國，好似冇理由唔買 For You Two 嘅化妝品，但係其實我用過佢哋嘅唇膏同胭脂，我都覺得咁，所以咧，我今次係冇特別話要去睇佢哋 counter， 但係唔嚟唔買又好似好似少咗啲嘢咁樣啦。咁今次我就見到佢哋呢支掃個包裝咧係幾靚嘅。包裝好靚啦，再加上咧，佢成支掃都係粉紅色嘅，粉紅色嘅柄啦，加粉紅色嘅掃毛嘅，再加上佢個柄咧都係咁樣扁扁地啦，咁都揸上手個手感幾好，咁所以我就買咗啦。咁呢支咧佢話自己咧係一個胭脂掃嚟嘅，即係擦胭脂，但我覺得擦胭脂就太大啦，你睇下，基本上已經霸曬我成個面珠燈嘅位置，咁所以反而我覺得佢攞嚟做 shading 咧，你可以做 shading 係啱啱好嘅。咁我今日同尋日都係攞咗嚟佢做 shading 啦。非常之滑啊啲毛，系跟住系線手嘅嗰種，好舒服，完全唔吉嘅。咁如果大家係有啲好顯色嘅 shading 咧，可以用佢嚟上，因為佢毛咧就比較鬆少少啦，咁就唔怕話上到啲 shading 咧會好顯色嗰一種嘅係。點解我買咗啲咁嘅嘢嘅？呢個 Nivea 佢哋嘅潤唇膏，呢個香港一定有嘅，但係佢好平。係咪咧？應該係因為真係太平，好似20幾蚊有2支咁，所以就買咗啦。呢個已經係泰國拆開咗嚟用嘅 Cafe Door。Cafe Door 佢哋嘅呢一個眉筆啊，一支眉筆，咁咧佢係勁幼嘅 1.5mm 嗰種筆頭啦，因為咧我去到泰國咧，我啲紅色咧就甩曬啦頭髮，咁我帶過去嘅嗰一支眉筆就太紅啦，咁所以我就要買過一支冇咁紅，微微偏紅嘅眉筆，咁就揀咗呢一支，咁咧好好用，因為我買佢原因純粹係因為佢幼筆頭加平，因為我中意用幼筆頭嘅眉筆嘅，咁佢係。顯色到啱啱好啦，唔會太顯色，但亦都唔會冇顏色啦。二嚟咧係佢後面嘅呢個螺旋刷頭咧嘅毛係唔會吉我條眉，因為實在太多開價牌子嘅呢啲眉筆咧，後面呢個刷頭係吉到條眉好痛咯，但係佢唔怕嘅，咁所以用上幾舒服，再加上顏色啱啱好，我係買4號色嘅，4號色係完全係微微嘅紅色，但係完全唔誇張咯，係可以襯到我當時嘅頭髮啦。呢個牌子咧應該係近疫情呢幾年先至開始新興。起嘅一個化妝牌子啦，咁我見佢 Even Boy 啊、屈臣氏都有佢哋嘅櫃嘅，咁我就揀咗佢哋嘅呢一個雙色嘅胭脂啦，兩隻色嘅。咁我通常見到呢啲雙色嘅嘢咧，我就會忍唔住要買，因為我覺得帶去旅行會好方便，但係唔好用。
這個呢是不知道是不是泰國胭脂的通病，因為我用過大部分泰國牌子的胭脂都是這樣的，很顯色但很難推開，好像同一個工廠出來一樣，他們的胭脂這個都不例外，所以我用上去是覺得麻麻地，還有太多比它更加好用的胭脂了，我覺得，所以這個真的暫時是覺得麻麻地，如果我有改變心意的話，我再在剪片或者下面跟大家 comment 告訴你們，但這個真的麻麻地，沒有被它養壓了，有兩支 body lotion 的。首先是凡士林呢支，點解歐麥呢支係香港一定一定冇，呢一支我係見到好多人推薦話去泰國一定要買啦，話用完佢之後咧，第二日嘅皮膚會滑捋捋咁樣嘅，講到好誇張好神奇啦。呢一支咧，佢係好多優惠嘅，我見過有買一送一啦，我有見過單支半價啦，或者買兩支又唔知再平咁樣，咁大家可以格價去買，佢都有好大嘅 size， 都有再細啲嘅 travel size 嘅，咁大家都可以按自己嘅需求去選擇啦。咁我暫時未用，用完話俾大家知佢。個效果如何，跟住我就仲買咗 Nivea 嘅呢一支美白嘅 body lotion， 又係勁平，佢仲有一個黃色嘅嗰支就純維他命 C 啦，咁呢個就係維他命 C 加維他命 E， 咁就好似勁啲，同埋呢一支咧係多人買啲嘅，咁就買咗咯。跟嗰陣時又係特價，好似又係卅幾蚊一大支啦，咁攞嚟夏天用就好正啦。最後一樣咧就係呢一個髮膜啦，呢個髮膜咧我係喺 Even Boy 見到99蚊泰銖啦，我就完全冇理就拎咗啦。99蚊泰銖喎，咁大一盎喎，對於呢種長期染頭髮嘅人嚟講，髮膜係消耗品啦。咁所以無論佢好唔好用都好，我都覺得99蚊咧係要買咗先嘅係。咁呢個我都係用完再同大家匯報啦，因為最近我嘅髮膜都已經用完啦。我哋不如講下呢個衫啦。咁衫嘅部分我就買咗兩個牌子嘅，分別咧就係呢一個。Daddy and the Muscle Academy， 咁咧呢個咧就係、是、自從呢個 Y2K 風興起之後，呢一間泰國嘅牌子嘅鋪頭都 hit 到爆炸噶啦。咁首先第一件咧就是、我身上面嘅呢一件 crop， 咁咧佢就係咁樣嘅長袖啦，佢個袖咧係呢一種開叉嘅袖嚟嘅，咁然後再加上佢係 crop 啦，再加埋咧佢呢啲紐咧係超級之有 design 咯。是很漂亮的流啦，再加上这种蓝色加白色这种学院风的配色呢，我就即刻买了啦。我当时是试 M size 的，但是 M size 我就略嫌它有点太长了，即是它的三围，所以我就买了 S， 那就刚刚好了。这一件我是推荐买，因为它很舒服着上，首先它不包手臂啦，二来它是滑捋捋的，不怕很吉的，再加上它整件的版型是做得很好，应该长的地方它做得长，短的地方做到短啦，所以这件衫我是推荐你们买的。那第二件呢，我买的呢就是一件背心来的，那个样子呢就是咁樣嘅，咁中間呢度有條繩啦，咁就係套落個頭度咁樣嗰一種。呢件衫咧，我係見到個 model 咧著咗另外一個款式嘅喺個鋪頭入邊啦。呢一種款式嘅背心咧幾靚喎，咁但係因為 model 佢上身嘅嗰個 pattern， 我覺得略嫌有少少孩子氣啊，咁所以我就最後揀咗呢一個款式啦。呢襟睇好多啊，呢個款。咁就呢一個係間鋪頭入邊嘅最後一件嚟噶啦，咁所以我呢件係 display 啦，咁但係都冇辦法啦，我覺得呢個 design 係真係好睇嘅，咁所以我就買咗啦。咁最後咧，我都喺佢哋鋪頭度買咗個戒指 set 嘅，係啦，咁就有三個呢啲串珠嘅戒指，真係好中意 Y2K 風嘅 style 嘅衫啦，又或者係著深下少輕歐美嗰種咧，咁我都覺得係可以入去睇，但係真係太多人我入到去係寸步難行嘅嗰一種啦，而且佢入邊除咗衫啊 accessories 之外，佢都有啲即係可能貼紙啊。文具啊，呢啲俾你哋去行嘅，系真系几好行，但系真系太多人啦。咁所以如果大家去咧，可能就拣一个平日，又或者唔好晏昼呢啲时间去咧，会行得舒服啲嘅。咁最后一样咧就系真真呢个 Gentle Woman 啊，系近呢一两年兴起嘅一个泰国设计师牌子啦。咁呢一个牌子佢哋嘅泳衣啦、内衣啦同埋运动内衣系一定要睇，因为系好有设计感，全部都劲靓。你睇佢哋个袋加个配一个橙色嘅贴纸已经系赢晒。咁我都买咗佢哋一个泳衣嘅，咁系有啲收手嘅，有啲忍手嘅已经。佢哋嘅衫价钱唔平嘅，落喺300蚊港纸起跳啊，300至600蚊啦。咁我两套咁样买埋就600几蚊港纸噶啦，已经要。咁呢一套泳衣咧系我忍唔到手，其他泳衣我仲可以忍啦。呢个真系忍唔到，俾大家睇先。呢个系上面嘅，你睇呢个配色。呢個配色係好靚啊，完全係糖果 feel 啦，好夏天嘅。再加埋佢呢條帶，我係完全頂唔順。呢啲帶基本上咧都係袋，即係袋嗰種就會有呢種吊帶啦。然後咧，佢個款式咧就係咁樣嘅，前面有一個 Gentle Woman 嘅一個牌喺呢度啦。成件衫咧就係咁樣，成件泳衣上衣就係咁。哇，個設計感係超級之強啦！拎去影相咧係真係～
冇得頂啊！真係咁喺入邊個 pad 呢個位係可以換嘅，即係佢係冇縫死嘅呢一個位。即係如果大家想換嘅，我都可以換啦。咁當然要配埋佢嘅泳褲啦。佢呢個配色係一個重點嚟嘅，我覺得。咁所以泳褲我都有買埋嘅。泳褲就係咁樣，前面咧就係咩都冇嘅咁樣嘅顏色啦，後面咧就係有翻佢個襪頭啦。咁佢嘅質地就係呢一種，佢質地都幾神奇嘅，唔係平時泳衣嗰種質地咯。咁佢勁嘅地方就係勁在佢用平時整衫嘅面料整咗做一套泳衣出嚟，覺得試啦，泳衣都可以試嘅。咁所以大家係留定啲彈藥去 Gentlewoman 去睇佢哋嘅泳衣或者內衣啦。好，咁今日嘅 video 咧就嚟到依度咯。其實咧我仲要買好多嘢食啦，咁但係。係啦，我有機會再喺 story 同大家分享啦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條 video， 記得 thumbs up 同埋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， 我哋就下條片再見啦。